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咱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一个奥特曼可斗进化。今天咱们对战的这一个怪兽是拜坦星刃哦，看这家伙啊，挺嚣张是吧？啊，待会按我们揍的时候，你还嚣不嚣张？哇，直接给我们行了一个这么大的敌人，咱们有点承受不住啊！哇，这个闪现技能，喂，瞬移，太厉害了是吧？哇，他这个大夹子也挺厉害的，一下子把我们啊搞掉那么多血是吧？然后非常尴尬。哇，这家伙不管是手还是腿都是蛮长的，看看。我勒个去！这样有点尴尬喽。哇，这样打不到他让我很难受是吧？有力没处死的感觉。喜欢咱们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或者点亮下方的小爱心，给咱们一点小小的支持，咱们在这里给你们抱拳了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咱们这个大招啊，终于打到他了啊，让他一下子跑了不少血是吧？咱们再逮他一下，逮他一次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可以把他 KO 了，但是很不幸，咱们让他给逮到了。哇，他竟然会分身，然后是分成两个人是吧？哇，咱们有危险哦！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的话就给大家带到这里。喜欢咱们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Mission 成功，帅气 ，perfect， 拜拜。